大家好，我是一路迷，欢迎回来《暗黑破坏神二》。那我们就接着上次的存档吧。对，亚马逊63集。不过我怎么看来看去，你看法师84集，我们亚马逊跟法师已经差了只差21集了。可是我噩梦模式都还没探索，到底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吧。对。我们就开始吧，这里领一下紫水好了，超多水的各位，好没事，这只是一个收集癖的惯性而已。好，那接下来咱们上一次开到痛苦之厅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这个地方啊，有那个暴躁暴皮，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，那个是我之前有特别说过，他是专门职业刷，不是，他是专门刷装的，因为他全掉落里面只有两件装备不会掉落，这是别人在网上讲的啦。对，因为我有看，那我有特别去听。那如果各位想要刷装备啊，务必开一只角色。就是进度到这边就可以了。对，痛苦之厅那边千万不要打掉，因为如果你一旦打掉后，安雅的这个门啊就会关掉。那你就把一只，我个人推荐是法师啊，因为法师用传送很方便。对，用传送直接过去，其实都可以，因为一路一军军一路跑过去就好啊，你也不用回头，你就是那边打一打后就直接回。存档离开，东西捡一捡，就是我之前有用过嘛，直接存档离开就可以。对，我用法师的时候有用过。对，那难度推荐于地狱模式。对对对对，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刷装备的话，可以去那边刷。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痛苦之厅吧。上次的路在哪里啊？我就忘记了，这边把它剪掉吧。对，这一路上的怪不打，因为已经探索过了。那到没探索的地方我再连回来。好，我们来到瓦特大厅。这个大厅就是分为四个角，哦，对，四个角，然后去找尼拉勒瑟斯。对，我是亚皮。他怎么快死了？对啊，他怎么被戳一下就快死了？我们的佣兵，好了，其实蛮烂的。对不起，对，刚刚捡了很多东西，看鉴定一下，看一下。然后我们的女武神在下面抖动，就不理她了。对，我们就继续探索吧。哦，老样子，尼亚的克斯如果第一次就找到的话，依旧是会把这边 全探索掉的。对，不在这。有点危险。然后顺便说一下，刚刚其实，等一下，他怎么会秒杀啊？他为什么会被秒杀啊？还是因为牙皮真的太痛了？应该是牙皮真的太痛了。对，应该是牙皮真的太痛了。对，应该是牙皮真的太痛了。有点麻烦啊。好啦，我们把可怜的迷山复活了。对，哎，没事没事。好，我们就继续向前推进吧。真的是牙皮。对，牙皮真的很痛。看火，来一个看火好了。算哦哦，尼拉克斯在这，哦，要小心尼拉克斯的施暴术哦，那个施暴术真的会秒人。防万一这边开个门，我在这边就可以先投射了。有没有施暴术？靠近尸体，他就一直在那边打。我们不要太靠近还没打过的尸体。有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在赌爆，施暴啦，不是赌爆。
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听到声音了，结束了。屏幕外死亡，一种耻辱啊！真的是一种耻辱啊！连他的真面目都还没看到，他就死，这么可怜。哦，6%生命吸取，看一下哦，我们这是4%生命吸取。带这个好了，他两件有什么效果吗？好像也没效果。哦，额外增加 精准度，18。哦，精准真的变高嘞。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，就是吸取的。对，各位如果有发现的话，我的装备基本上就是一个吸魔。对，我戒指上面就是选一个吸魔，另外一个吸血，然后装备能选吸血吸魔的我都选。对，啊，武器当然是因为 是大伤嘛，所以就没有那个了。这里先不回去啊。对，这里先不回去，我们一样先把两边都探索掉。那施暴术好像是毒属哈，我记得是死灵法师的毒属性伤害。对，这个我就没有特别去看，但来个作战。反正迟早都是要打，你们都是我的经验值。又一个，这个看一下哦，这个是法师的，法师的就不用了，因为法师不会亡。对，因为法师不会亡，所以不会再开法师了。No，不玩啦。如果有需要开法师去来回头刷装的话，应该是不会，正常来讲是不会。他到底是痛什么啊？痛那个毒吧？对，我看到米上被毒，被牙皮毒到后，哇，那个血大掉哎！然后这边有个邪恶光光，邪气光光，就是出小王用的，出精英怪用的。不要再像上一集一样，哦，一开就死，就直接被围剿而死。呜呼，在下面。哦，行行行，然后顺便讲一下，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打这种精英怪啊，可是我有一个缺点，就是我装备并没有那种高等掉落，对，就是增加掉落率的，所以这个打出来的装备真的是很吃运气啦，对，所以希望这边。各位老样子啊，虽然以前就在讲，不过这次还是要再讲一次，就是 就陪我来刷这种浪费，要说浪费时间吗？也可以，我觉得可以说是浪费时间，毕竟这效益其实这样子的效益其实并不高啦。对，真的这样子的效益其实并不高，因为如果要高的刷装那种感觉的话，就是一定要配合那个叫什么？配合掉落，对，装备掉落的，这个是什么啊？那算了，无所谓，射一下就是了。反正 BOSS 应该是不会有这种东西，精英怪应该也是不会有，首领级的应该也是不会有，应该啊，管他的，无所谓。今天的目标希望能够看到，因为这边已经结束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再探索一下，其实就差不多。我希望能够到那个什么，那个守护神那边，三巨头那边。我不知道噩梦下的我们的女武神撑不撑得住，我这边有精英。
掉了一瓶，掉了一个精致的，不错不错。对，掉了一个精致的高门，等下看一下。这个爬，这个墙壁啊，会无限爬起来。对，如果你没有特殊的东西的话，它会无限爬起来，无限哦，无限爬起来，然后无限吊装。可是他们刷他们吊装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。对，如果是要刷他们吊装的话，没有任何意义，它又不是包皮。OK，回去吧。我们先来看一下。啊，好低哦。3到56，太低了啦！哎呦，这个伤害不行啊！你看我这一把，36到182，大伤多高，就是要他的大伤啊！对，哦，我们回来，我先卖他的东西好了。我要顺便整理包包嘛，想一下。OK，打造个人化的东西，这个人化没有任何加成，所以就算了吧。对，就算了吧。应该没有个人加成的，应该。对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是没有任何个人加成的。那我们就接着去探索吧。我看一下，好，接着探索。我们从冰河进，然后走左上角，嘿，走那个都还没探索过的地方。哦吼，哦吼，头还好没死。哎，这边藏了一只精英怪，没看到。这什么法力？哦，这边也有精英怪，很会掉水的精英怪，对。很会掉水的精英怪，对，这种精英怪都是大量掉水，给你补充水用的，然后经验值有很多。哎呦，这边就正确道路了。我这边左上角再看一下，这边有一只。左上角看一下，死路，可是这边旁边有一个，过去看看。戒指，哦，大型护身符。我心里还在想说，我上一集好像也没打到护身符，这一集就掉了。好了，加减先放着，好吧？对，加减先放着，放着吧。没鉴定到，哦，11敏捷，不错。可惜我没有要用。这里有什么吗？看起来没有。对，这里也没有血迹逛逛。上面这边还有一点呢。哦，
哦，因为我上次探索的没有探索的这么干净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继续探索。我说过继续探索，这是没赏兵剑啊，这是我没有，我刚刚没有赏兵剑，我还好，还好是没有那么痛。骷髅是插草用的，这里哦。哎，老实说，我刚刚忘记看我们刚走的下一个路到底是正确的道路还是练功点。我应该说，对，一个练功点，我刚忘记看了。对，因为果然这边也有一个洞。这个是漂泊者洞窟，好好，那 OK。刚刚看的那一条路是正确道路，对。然后这里是练功用的，对，这里是练功用的。等一下哦，各位，我再调一下。那让我调一下那个。OK，好，就这样，走吧。漂泊者洞窟。哇，连三精英哦，这么爽！连三精英哦，这么爽！哎，右上角这是什么？生命之泉，这里应该不大才对。希望不，应该说正常来讲，应该是不大才对。然后应该会有一个宝箱，如果按照我以前的惯例的话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哦，又一组精英。哇，四组嘞，四只精英嘞，对。直接撞翻。这里，耶，大宝箱，好，这里捡一捡，我就直接切到那个刚刚正确道路那边去了。对，我来 ，OK， 哦 ，impossible 了 ，OK， 那我就切过去吧。然后各位，在我们刚进来这个洞窟的时候的右边啊，这边看起来有一个大宝箱。的位置，对，所以我决定把这边录进来，因为我刚刚在探索其他未探索的地方过了，这边有一个，各位有看到吗？在我们刚进，我们从这边出来嘛，你看我滑鼠，从这边漂泊者出来的时候，其实右边这边还有一点点路，我本来想说如果没什么的话，我就不演示给大家看，但有什么，对，就是有什么，我觉得好像有东西的苗头，所以我就把它
先切过来，对，就先把路这边路过来一下，对，OK，大宝箱真的是大宝箱，像加一只手宝手箱怪，对，那我们就切过去吧。好啦，回来啦，冰冻苔原，哦，这又是一个非常开阔的地图，然后有这些很奇特的喷火怪，这些小人。我其实很不喜欢这个喽啰啦，对，这个恶魔，因为他们会飞来飞去的，超级麻烦。哎，其实我不太喜欢啦，对。然后这张地图又很开阔，对，太开阔。我先往左边走，哎，我先把看能不能把左边探先探出一个边来。我们现在右边是一个边，对，右边，各位有看到吗？右手边这边有就是谷。所以不知道他究竟是往右上角走，还是往左上角走，再看看咯。对啊，这就是只能等我们探索，慢慢探索。说是希望能够看到达伊娜，不过我觉得有困难。对，这一集应该会是落在，对，这一集我的进度应该会落在探索到下一个洞窟，下一个洞窟的点是下一个洞窟吗？我有点忘记那个三巨头，就是守护者，这个守护者的。前面我记得是一个什么远古的洞窟，对，如果是，如果我记得是没错，在那边，然后我们的正确道路看来是没错，在左上角。应该是左上角没错啊。这张地图就会比较麻烦一点。对，这张地图会比较麻烦。不喜欢这张这种地图，对吧？不喜欢这种地图。身为一个。亚马逊炮轰亚马逊，不喜欢这张地图。你这边怪的配置好奇特哦，没办法吸魔。对，我现在魔越来越少了，虽然说其实是有自备三瓶红水蓝水啊，不过还是习惯会用吸的，有没有？各位，你看吸血吸魔的快感。哎呀，找到了，找到一个什么练功点，我刚好拿一个经验加倍，先下去吧。这边有守门吗？我记得不会有守门啊。对，就一些小怪，也有可能会有守门啊，也有可能。不过无所谓，我们先下来吧。地狱魔窟听起来就很恐怖，走。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所以我们这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依我的话。因为如果遇到那个一群牛的话，我可能就去了。对，铠甲牛，哎，那个铠甲牛超痛。
那对我的佣兵来讲是噩梦啊。我不想冒险被打，因为我玩的这几只，还是，对，我的抗性都很低，雷抗至少还有三，还是正的，我其他抗性都是负的，然后陨石又是高伤害的技能，这个被砸到不是开玩笑的。哦，来来来，对轰啊，对轰啊！看是你强还是我强，你们这些小人。只要不是那个会爆炸的小人就还好。我们的佣兵就站在那边背射。经验没了哦，那我们过去吧。还有啊，还在啊。我怎么会？哦，颜色太相近了啦。对，颜色太相近了。有没有？各位有没有看到那个？它的颜色跟超像的，跟那个岩浆超像。刚好清完那一波，那个什么，那一波小人，对，就刚好那个经验结束。等一下，他们在岩浆上面，这已经是今天遇到的第二个 bug 了，各位知道吗？对，因为其实刚刚在防御工事那边，不是刚刚在上面的时候，有一个防御门啊，那个门，它不在那个它该有应该有的位置上，这已经是第二个 bug 了。我玩这么久，第一次遇到 bug。对，而且它在岩浆上面就算了，死掉还会掉东西。那它如果掉一件金装，那我不就是哭？哇，对不对？哭死了！哦，才刚讲一件金装，这边就配一件暗金。哦，暗金呢？暗金呢？会不会是我身上这一件骨肉啊？看起来很像哦，当然不是。上波黑暗，所有抗性加10，所有抵抗最大抵抗加5，加5，加5，加5。哇，对近抗近战加50。哇，这看起来不错哎。可是他防御好低哦，80，我看一下。哦，他最大抗性来到80，可是这个有个缺点，就是他会被冰冻。哦，我们先带这个看看，看会不会好一点。80抗性的佣兵应该还是会死啊，老实说，对，应该啦。反正会死的，终究会死。对，那就看看他能活多久而已。因为毕竟咱们……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稍微退后一点。因为毕竟这边的防御不是防御啊，这边的防御是闪躲。这一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，我有说过。这一件暗金会提升抗性，可是我目前抗性是满的，最大抗性也拉到80多5点，不知道会不会有没有什么很严重的差别，我也不知道哎。
情存着吧。对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，反正就先留着吧。反正我们那一这一件啊，不穿也没关系，不穿我终究也会把它留着，毕竟是暗金。对，暗金的掉落本身就比金装还要低。然后我又是一个收集癖，对，一定要强调一下。快升级了，快要65级了。搞不好咱们的亚马逊等级会比法师还要高，搞不好啦。我只是说搞不好，因为实际上还不清楚有陷阱。好，回头的路把它切掉吧。来，回来了，我们就继续的探索吧。哎呦！哦，这个痛，这个痛！一挥将近100滴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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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！哦，差点。护身符。哦，海尔。左上角，正确道路在左上角。现在这样看起来是真的，希望能够探索到远古洞穴那边的传送点就可以了。对，不要求一定要把那个三巨头打掉，对，应该是打不掉啦。对，因为毕竟打掉后你还要再开荒一段路，才能找到传送站，否则。守护神又要再多打一次，我不是很想打。正确道路在这，等一下应该会看到有一个洞窟，然后加守门。
有远古洞窟看到了。远古之路，对。哎、欸，这边没有守门哦、喔，好、啊，没有守门也没关系。哦，我们的精准也点到最高，接下来就是这个了。对，我要点这个致命攻击。我们这边回头把剩下的全部探索掉，嘿，我们就要来远古之路了。对。这哦哦哦！精英怪来了。哦，一个金色盾牌哦，圣骑的。Impossible. Impossible.
83%的命中率。轰！啊，康，按错，OK，烫锤完毕。OK，那我们就暂停过去吧。来，我们远古之路的。乌木，哎呦，这好像是新的，对我来说是新的符文呢。哦，在右下角看到了。死了，这么快？啊，就他一只哦，那么可怜呐，没有朋友，跟我一样没有朋友。哎呦，是，好，竟然这么早，那我们今天就此做个 ending 吧，毕竟。之后的路太漫长了，对，之后的路实在是太漫长了。我们来刷一下包皮吧，刷包皮就是直接这样子跑过来，好，千万不要把尼拉克斯干掉，各位。火焰强化，不要靠近。就这样，好，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吧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就下期见，啵啵。